主席好，各位委员、各位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那先跟院长报告哈，因为我今天身体有点不适，所以有点失声哦，所以等一下在询问的时候，可能声音会有时候高高低低的哦。那请院长允许我还是继续来做质询。好，那我们是不是请卓院长？麻烦再请卓院长说明。张委员好，委员多保重啊。好，谢谢院长哈。第一次见到院长哈，那很荣幸看到院长啊，也很觉得说第一次见面用这样的形式跟您见到面哦。那首先要对你这个表示肯定啊，因为非常辛苦哦。这个礼拜二、三、四、五每天哦都要坐在站在这边哦接受质询哦，相信这是应该的。这个马拉松哦，那需要你的这个保重身体哦。谢谢。那不过今天主要讲的还是国会改革的这个讨论哦。首先还是要跟院长分享，跟院长说明哦，这个赖清德总统哦，自从当了总统以后，他是第一位哦，没有跟这个在野党的主席哦来去做沟通的院长。所以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执政八年，我们都担心完全执政完全腐败，那绝对的权力也是绝对的腐败。所以我们认为国会改革非常重要，尤其国会改革无法里面。有关于这个调查权跟听证权的部分，我们认为相当的重要。所以当然院长你可以非常清楚，在5月17号四次的院会里面，这个开了四次的院会，第一天啊在立法院的时候，国民党党团啊，我们大家群起啊，为了维护议事的和谐，我们保护这个议事的和谐，保护韩院长，保护我们敬爱的这个周万来秘书长，那也看到了这个民进党的委员哦群起而攻啊，所以不仅我们辛苦的韩院长在第一次发生有院长有立法院院长被这个在立法院的时候被限制在房间里面不能出来，也看到第一次哦我们有行政人员，我们的行政周万来秘书长被抢夺文件，然后被进行这个攻击的状况哦，后来还在兵敷哦，我相信也是国人所不知道的。那我也跟院长卓院长报告，其实国民党如果你是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我相信你可能很难在这边站着很轻松的来回答的质询的问题哦。那可是我要跟院长报告，其实国民党就是理性务实以及团结的政党哦，所以这边要跟院长请益哦，就是说本席啊对于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调查权跟听证权非常的重视，以及国人在过去蔡英文执政的时候不希望很多的弊案哦继续延续到我们的这个赖清德，尤其是院长你的执政的任期，所以我们民众非常要知道的是，我们一直在关心的查口罩、查快筛、疫苗、查鸡蛋以及查光电，那我看到我们的刘部长已经上了，他应该知道我要问什么，我有默契哦，所以我们要查的连最近在查数位身份证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哦有整册反黑的状况哦，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同仁播一下影片？我现在院长有看过这个影片。好，可以看到哦，这15秒的影片哦，这个数位身份证哦，我简单跟卓院长报告，这个数位身份证哦是赖清德当时当院长的时候预算是将近这个42亿，然后后来在苏贞昌院长的时候就决定停止哦。花了人民已经13亿的纳税钱，那当然立法委员哦要行使这个，我们在内政委员会有行使一个调阅小组，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一大本哦，将近1000多页的这个都是黑画面哦，所以我要跟院长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很认真努力啊，因为我个人哦本身过去一直担任会计师的工作，所以我特别带了一个计算机啊，哦带计算机去里面，想不到你居然破我的功哦，我的计算机没办法对付我全页都是黑的文件哦，所以请部长、院长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看到这本黑的文件的时候，请问院长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有吓一跳？早上部长已经答复过了，请部长再答复一下。是，我想张委员你也是调阅小组的成员啊，在2次的由高金召委来主持的时候，特别有提到
有关招标文件跟合约书涉及商业机密部分可以涂黑遮蔽，那你看到你所谓不晓得有什么管道出来，因为按照立法委员来讲职权也是调阅人员，不应该随便公布这些资料哈。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不是公文，那个就是服务建议书。那所谓的服务建议书就是可能你很在乎的，包括里面的这晶片啊或者是服务建议，那就是涉及商业机密，那也就是高金招委所提到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内政部或是工程或者是行政院应该提供的内部的公文资料我们全部提供，以内政部来讲我们提供了87份五大卷的文件，这些都全部提供了。所以非常清楚的跟各位报告，我们是依据这个立法院里面呢在成立这个调阅小组或者是我们的资讯公开法还有个资法所提供的资料。谢谢部长。那您再给我30秒钟。那有关于这个，这是中央印制厂跟相关的服务建议书的厂商他们所提的服务建议书，那里面全部有遮蔽的部分，到后来有部分遮蔽，谢谢，我们也做了若干的改。好，谢谢，谢谢部长。其实部长的解释非常的详细。其实我在委员会有咨询过，其实这不是你的坑烂摊子，其实你也不用护航的这么严重。其实这个我没有护航，我只是讲真话。这个的原因全部反黑的原因其实我认为就是执政，它也不是全部反黑，它是执政过久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里面代表了几个现象，第一个可能就是厂商对行政院的不尊重。第二个有可能是上级长官对立法院的不尊重。那我也跟这个部长报告一下其实当时我们在开这个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时候，我不好意思讲的是，司长当时就已经跟我们讲说里面没有机密文件，所以那时候这里面的文件没有机密。那现在部长知道现在这些资料又还原了吗？跟委员报告，我们的代理司长确实是提到我们内政部内部的公文是没有机密，所以我们全部提供，所以这就是，但是在附件资料里面的招标文件跟技术的服务建议书确实涉及到厂商他自己本身的商业机密的话，我们也是依法有据请他来做这个处理。谢谢部长。好，所以我要跟部长报告为什么会还原，跟院长报告为什么会还原，就是民意的力量，就是因为我们开了记者会了以后，所以资料就还原。所以这就是我们认为最不能接受的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开记者会，我们没有把这东西诉诸于大众的时候，其实厂商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怎么会有时候文件一下子全部反黑又一下子全部都可以揭露出来，这两边状况是让人民非常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还要跟院长报告，可是当有一些厂商已经愿意全部公布的资料的时候，有一家公司目前还是不愿意公布资料，而且内政部当时因为太早做决定了，还发了一个公文说不能公布资料，就是国巨顾问管理公司，到现在还没有公布资料。那一个，我请问，一个13亿的标案，已经画13亿标案，13亿标案的厂商都愿意全部公布资料了，国巨他是我们邀请的第三方公证单位，只花了500万，结果他说他的资料不公布，所以这就是我要跟这个院长跟部长讲，我跟您说明，有一些厂商公布资料，有些厂商不公布资料，所以这样才会认为让厂商对行政官员不尊重，而且让辛苦的基层公务人员无所适从啊。好，再给10秒，你这样的说明会让民众认为当天所有委员拿到的都是这一本，那岂是其中一份的附件而已？它有5大卷。87份的资料，其实我跟院长说吧，院长你不太了解，里面规范了很多，它的技术上面的规范黑啊，不可以公开。然后有其他的页面是因为这个我们基层公务人员觉得太辛苦，反黑1000多页太辛苦了，所以其他的文件好几大册全部只有提供目录啊。好，所以这件事情我只是要希望说，这个未来院长跟部长这个部分一定要好好来尊重这个立法委员行使这个职权的。这个权利。第二个，我要来跟院长请益啊，就是说我希望院长要保持行政中立。我相信你一直保持行政中立，可是我相信一直有人在干预你。没有。这一次国会改革，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时候，院会是礼拜四开会，结果你们马上火速把资料送给总统府。请问为什么总统府要拖到礼拜二上午核定，下午才把资料送来立法院？这是不是有很明显的拖时间？所以原本我们这复议案投票，其实礼拜三程序委员会结束，礼拜五一读院会报告完毕以后，其实昨天礼拜二就可以来表决了，结果居然要等到这礼拜五
就我们这么多的行政官员住在这边，请问这些行政官员来为国会改革复议来背书，是他们的权责吗？所以我院长，我先来帮你做一件事情哦，我是请全球所有的行政官员，礼拜四月会之后有一个端午的连假，没有所以到礼拜二，我请所有行政官员当然来问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国会改革复议哦，行政院只有提来就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认为违宪嘛，违宪由大法官来去决定就好了。第二个，觉得行政院自爱难行。现在在场这么多的行政官员，我是不是肯请院长帮忙？是不是肯请行政官员我来询问一下民意基础，来询问一下有没有各位部委首长觉得，如果国会改革听证权跟调查权公布出来了以后，各位行政首长如果认为说会被我们听证权、调查权觉得内心会担心、害怕，或是有疑虑、有风险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报告委员，对不起，我们余力有没有举个手？不用举手来回答问题，这样留不下记录。留不下，大家点名记名表决。是，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张。